刘小莫俩，你是不是双击加关注，待会儿出教学。老表，我先回去吃饭了啊。Thank you.
你还没洗完呢？没有呢。你看这啥？哎妈呀，啥玩意儿啊？哎妈呀，哎妈呀，啥玩意儿啊？急眼了，急眼了，急眼了。之后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就绪了啊，小弟呀、啊，桌子放着，快切西瓜来！刚才买个切瓜神器到了，你看这玩意好使不？切我一下子，快点，拿不住了。这玩意好啊！你看看，你切一下子啊，发过来切。这啊，使劲啊！我这玩意西瓜大。我操！你真能鸡巴霍霍！瞧鸡巴吧，整个啥？真鸡巴有才！你玩去吧！哎呦我操！你有病啊你啊！闲的，我吃啊吃西瓜，这西瓜谁要？这他妈西瓜呀！你家西瓜里面长坏了。吃啊！这猪肉多少多少玩意儿啊？猪肉，吃去呗！你那好好玩。吃去呗！来吃，来来，你吃你吃西瓜吗？来，像我病似的，也闲的，给你闲出屁来了都。全都不要，啊，这拉不要，你说人都不要我，不行，啊，全拉去。老铁，我又来了，我老早在玩电脑，让我给泡方便面，我给泡个小鸡鸡在里面，看它是什么反应。老铁，方便面好了，快吃吧。先打电脑，打电脑，打电脑，烦死人。你这一天天。